宇宙中的传说怪兽能够依附在行星上，将整科学星推迟殆尽。有传言说，海奥马普星的科学家将很多搭载在某种装置上的机器人。它是智能机器人，智能机器人将关闭自己的生命系统。我绝对不能让它和怪兽一起死。 泰迦奥特曼，是！我一定会把美丽花给救出来的，等着我。 怪兽现在正在从世田园市的地下往东北方向移动。为什么没能阻止怪兽的行动啊？他不是去停止怪兽的生命系统了吗？美丽花，你怎么了？佑星，怪兽现在你怎么了？佑星，我没事。他应该是想要前往杉山市地区。可是，美丽花的通知，请各位市民立即前去避难。 美丽花，已经没时间了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我现在在乌拉的内部。到这里后，我接触了乌拉的内心，才发现，他只是肚子饿了而已，并没有任何恶意。他自诞生以来，一直深受饥饿折磨。 所以才在广袤的宇宙中彷徨，希望寻求别人的帮助。可是，他的饥饿永无止境，在不断吞噬各个行星文明的能量之后，也吸收了憎恨和厌恶的负面情绪，最后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伙伴们，我想要帮助他，拯救他，所以拜托大家了。 助我一臂之力吧，只要让他不再感到饥饿，让他的内心得到满足，那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会一直陪着他。他是让我们一起终结这一切吗？我能和他相遇，也许本身就是个奇迹，因为只有我才能进入他的内心，理解他的想法。 所以，我无论如何都要帮他。各位。
我想帮助美丽花实现她的愿望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她是个智能机器人，却奇迹般的有了人类的情感，还一路漂泊到了这个地球上。也许这一切就是为了拯救乌拉的内心。可是。 那样做的话，美丽花就会有些接受美丽花的觉悟吧，就像我当初接受你的觉悟一样。你们来看这个，不管乌拉怎么吃都无法感到满足，是因为在他的体内有个疑似黑洞的东西，吸收了他吃下去的所有能量。 我们得处理掉这个黑洞。你说什么？处理这个黑洞？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你们好啊！你们两个，我们一起合作下怎么样啊？没错。啊？你们这吹的是什么风啊？这次是特例，我们是看在那位小姐的决心才来的。而且那位小哥也拜托了我们。啊？ 谢谢你们两位。这是辅助导弹，这颗导弹十分危险，在爆炸的同时能够产生类似白洞的东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们的计划是让黑洞和白洞相撞并且中和，继而使它们失去本身的作用。重点来了，白洞的持续时间很短。也就是说，机会只有一次。那怎么才能把怪兽从地底引出来呢？ 用诱饵引诱它出来，用马格玛光波一定可以引它上钩的，就是不知道能量够不够撑得住啊！交给我吧，我去请求世界各国给予支援。引它出来，发射辅助导弹，然后让黑洞暂时失去作用。没错，最后就是想办法填饱怪兽的肚子了。光靠马格玛光波肯定是不行了，还有泰迦呢。 没错，用泰迦的光线能量。可是我们要怎么告诉奥特战士这个作战计划？简单。什么？那就拜托你了，妖星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呀？<笑>你这个装傻水平是我见过最差的了。该说你是淳朴呢，还是憨厚呢？真是老实巴交的。<笑>你们早就知道了吗？ 一直知道，是。 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们刚刚好像若无其事地说出了一件惊人的事儿啊，是吧？そこの貴様、我が注目の情報を特別に教えてやろう。That's enough excitement! Ultra Galaxy Fight, the absolute conspiracy. Something is happening in this galaxy. So this is the power of darkness. I deny both light and the bond to stand up for justice and overcome challenges. That's Ultraman. So you're Tartarus. Come to witness history. Now on YouTube. Access granted. 必ずチェックするのだぞ。 机会只有一次。喂喂，你很紧张吗？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平常心。现在只要相信自己能做到就行了。连上了。我是阿玉，发射准备完毕，随时可以行动。好的。 本次作战名为。 伙伴，稳住，上吧！支援来了，马格玛光波发射。
它上钩了，乌拉正在往地面上升。辅助导弹准备完毕。辅助导弹只有一发，千万别射偏了。美丽华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实现你的愿望。发射！冲啊！成功让黑洞失去作用了，好啊，太好了！再快点，快没有时间了。就看你的了，用心。上吧，太加。啊，伙伴，上吧。太加。你看到了吧，这就是地球人。奥特战士也是外星人啊。你们明明一直在排斥外星人，可是却支持奥特战士，就因为他为了保护你们而打击怪兽和恶人。太棒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混沌啊。来吧，填饱肚子吧。是。土雷击啊！我来见证你们最后是如何挣扎的。乌拉！是吧？刚才好险啊！托利基亚，好好睡吧。吞噬飞弹！风马，我来了！疾风弄涛。一定会击败你的！骗你的！贤者之拳，粉碎一切！出手这么暴力，亏你是个贤者，打的就是你。还有几分钟，白洞就要消失了。不妙啊！一旦黑洞重新出现，那就完蛋了。我们的能量也用完了，他会逃到地底去的。闭嘴！他能行的，我们要相信优星，他没问题的。我也相信他，要加油啊！差不多该结束游戏了。据说奥特战士在地球上的时候会借用地球人的身体战斗，就算会受伤，他们也要证明他们能和地球人齐心协力的战斗。乌拉，他居然救了奥特战士。那是因为他知道到底是谁要帮助他。
杀！啊？你该不会是想说你和怪兽建立感情了吧？真是不错，好好尝尝无能为力和失败的感觉，再次坠入黑暗之中吧。下来吧，等离子赛罗光灼开始连接。泰迦极速光线，收下吧。除掉妨碍你们的人，这就是你们最后的答案。我们上，太佳，啊！是。看样子你已经吃饱了。那就好好睡吧。美丽花，这光好温暖，光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，是我们两个奥特战士的光之力量拯救了那只怪兽的心。不管你怎么否认，你都是奥特战士。我们的使命是守护光明。我父亲说的那位离开光之国的朋友就是你吧。如果你还想再一次守护光明的话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光明，也没有黑暗。我相信光明。泰塔斯，燃锤击！疯狂烈火斩！泰迦，暴冲击！没错，我就是
泰罗的儿子，泰迦奥特曼。四人小队，四人小队，光线！尤星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，是你和我，不，还有美丽花以及大家共同拯救了他。以后大家会一起生活下去吧。我是警卫，我是会计。职员这个词听起来真不错的。哎，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呢。哦啊、各位，微信加入我们的同伴，鼓掌。好，恭喜你们，真是太好了。班长，社长，难道他们两个就是新来的职员吗？是的。太好了，我有后辈了。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工作，真有意思，感觉以后有的吵了。不，我觉得他们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团队。我们真的得到政府的认可了吗？你不是骗我吧？哦，你就放心吧。这不就是你所期望的世界吗？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事儿，我这有个人才特别适合你们这里，希望你们能聘用他。哎，快进来吧。欢迎回来。既为年轻人，向着地球与外星人和平共存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，他们将会书写出一段传奇。先輩の戦う姿、ウルトラ輝いてますな。みんなも動画を見て、一緒に修行しましょう。トロック。